樂豐集團起的叫 Elite Park， 在旺角四街那邊的，最主打就是小單位，是一個短期樓花，今年六月就會收樓，單棟樓細户型都是一房去到兩房，240呎去到440呎，這邊就住入口這樣兜過來，一樓、二樓、三樓都是商鋪，然後就會所拉上去就開始住宅層，整座嘢52間，即是賣的話正常一天賣完的，如果它出那口價是數的話，整個盤的賣點就兩個，九龍市區盤短期樓花，至於價錢未出，價錢出了再跟大家講一講，現在辦緊年貨，見到好多人，又周圍都是舊樓為主，旺角這個區就很熱鬧啦，很成熟啦，整個區域就比較民生一點，缺點就比較吵比較密，周圍都比較多人，即是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的。這裡就洗衣街啦，前面那道黃色的東西你可以看到舊樓為主，後面沒有景，隔離都沒有景，只有這邊而已，只有這邊沒有學校，操場加多利山，旺角東站是應該最近的，其次就太子站，這條路就太子道西比較吵一點，同埋這條路出回太子道西都比較吵一點，周邊就舊樓。